中国杭州，这里即将展开一场民间喜剧新人与实力派影视明星的即兴表演之战。这是一次星宿结合的演技竞争。你这个节目啊，我真后悔上这开心俱乐部。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对不起，对不起。我可以娶你吗？如果找不到您亲儿子，我就当你儿子。喜剧开心果贾玲，率杨迪、张小斐、卜钰、许君聪、何欢、张太维等民间喜剧新力量，将向实力派演技明星发起挑战与致敬。啊！你们就是想要挣钱！让我解释。传承喜剧精神，传递开心能量，开心之战，即刻。没有剧本，开心无需台词。欢迎各位来到由三全儿童学校冠名播出的开心俱乐部，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我们的开心能量团团长贾玲。哇，大家好。好营养不掉肉的好营养不掉队的三全儿童水饺冠名播出的开心俱乐部。开心俱乐部每期邀请两组影视演员，通过与民间喜剧新人的试戏、飙戏和彼此之间的对手戏，完成即兴喜剧的挑战。来了来了来了，这个红毯的造型非常非常的适合他，也非常的帅。去迎接一下陈赫，你收拾他哈。行行行，来来来，贾玲姐收拾一下，好好弄弄他。好，走。赵老师，咱们猜一猜。就是邀请来参加这个即兴戏表演，现在什么心情？心情很想走，因为他完全没有跟我说这是一个即兴的节目。但是刚才之前向导演组要剧本，完全没有剧本。哟，还有观众。Hello， 你们好。Hello。贺哥，我们直接进场，麻烦你走到那个中间那个桌子的椅子上，帮我们录一个节目的 ID。中间那个桌子椅子上。ID 呢？你看，疑神疑鬼的。戒备心好重啊！这只是录 ID 啊。对对，录 ID， 那我们开始吧。开心俱乐部，欢笑停不住。浙江卫视周六晚，大家一起来搞事情。麻烦贺哥再录一遍，就气势来一点，来点气势。啊，气势。这个录 ID 不能太浮夸呀，对不对？开心俱乐部，欢笑停不住。浙江卫视周六晚 ，Action。开心俱乐部，欢笑停不住。浙江卫视周六晚 ，Action。坐在这干什么？坐在这干什么？陈赫，你知不知道后面有多少人排着队想做我的经纪人？你还坐在这儿？你还坐在这儿？角色给他安上了。说早说，哎呦！说早说，哎呦哎呦，你看，真激动了，就看到就太兴奋了，真的，贾老师，真的，你看。行了行了，别问了，不问了，来，好，大牌欺负大牌。你知不知道我最近有多红？知道啊。所以说，昨天那种事件不能再发生了，好吗？你看昨天那么多粉丝乌泱乌泱的围上来，你也不知道拦着一下。下次见到粉丝，一定要把他们拦住。哎，哎，贾老师在这儿呢，快来！哎，贾老师，
贾老师，我们安静。突然袭击。贾老师，你站住！站住！站住！不要走开！贾老师，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动！等会儿，等会儿，冷静，冷静，有什么问题？哎呀，有什么做作的大明星？走走走，冷静，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哎，贾老师啊，走走走，这样这样，那个我们今天下午那个录《开心俱乐部》，那个到时候给你们四个人弄四个内场票，可不可以啊？前排，前排，这第一排可以牵手，可以拥抱，可以签名，可以合影。下午，下午，好吧，下午，下午，好吧，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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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好，好。你傻呀？啊，不对，直接打发走就完了呀。那不给了，没事。一点经验都没有。没关系，没关系，没有经验。行了行了，说半天我都口渴了，给我倒杯水吧。哪有这样精神？助理啥的活都干完了，到底是有多红？陈赫，哎，说了多少次了，我只喝现榨果汁，只喝现榨果汁。等一等啊，他实在是渴了，应该是。水果倒是有，榨汁机没有，看他怎么办。快点啊！我跟你说，现在这个经纪人这个行业竞争也是很激烈的，而且特别是我现在这么红，当然了。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没炸呀，没炸呀，对吗？多有诚意啊，贾老师，新鲜的，太新鲜了，纯手工。哎，橙子还可以这样，你说那个香蕉？好了好了，哎，香蕉就不用了，哎，香蕉就不用了，香蕉不用吗？橙汁吧，香蕉不用吗？橙汁吧，香蕉好。嗯，香蕉不用了。啊，哎，真的味道挺好的。你喝一口来，你喝一口来。那我这个嘴里的情况有点复杂。把你给我拿过来呀、啊。哦，真的好大牌儿、啊、哈，好大牌、啊、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可以欺负欺负大牌儿。来吧，一碗饭够吗，贾老师？开什么玩笑，当然是不够了。是。等会儿。吃饭呢，一会儿的，行不行？贾老师吃饭呢？啊，嗯，还不够明显吗？啊，行，那我跟您经纪人说。嗯，啊，对，你看，方便借一步说话，别影响贾老师吃饭。要借一步，来来来，这个是今天这场戏的剧本，你务必跟贾老师对下词儿，让贾老师熟悉一下，好不好？辛苦了。好啊，没问题。啊，都出汗了啊！你看他可不是出汗了吗？辛苦了，辛苦了，张老师，那我在现场等您。嗯，辛苦辛苦。行行，我都没心思吃了吗？不吃了，不吃了。太好了，我看一下词。少吃一点，这个对不对？这样吧，你来陪我对对词来。行。你是，你来演云凡吧。云凡哈。嗯，我演紫菱。对对对。我不会是一个好妻子，我不会是一个好妻子，我不会是一个好妻子。太突然了。我不会做家务，更不会烧饭。我不需要管家，也不需要厨子。可是我更不懂得应酬。我不需要外交官。云凡。那你到底爱我什么？你，我只爱你的人。云凡，你干什么？拥抱吗？你干什么呀？这个时候还不拥抱吗？还没到呢。后面还有词吗？云凡，你到底爱我什么？爱你的颜值。不对哈、啊，我感觉这种情绪不太出。汗，你看这汗。陈赫的汗真的紧张，再来一次哈。我只是一个经纪人。嗯，是。啊！啊！
我爱的是你的人呐。天马，公主抱吗？公主抱吗？不是。我想走，我现在走还来得及吗？来得及，来得及。坐一会儿，坐腿软现在。啊，真的假的？腿软。他刚试完戏，他想走了，真正的在后面呢。这是一个又危险，但真的作为演员来讲又刺激的一次冒险啊，是这样的，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下一秒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只喝现榨果汁。我给你榨呀。云凡。啊！你到底爱我什么？作为一个也成熟的演员来讲，你在镜头前是没有机会再重来的，所以这个就是很有负担。你们这帮搞事情的！哎呦，穿的很鲜艳呐！我试完戏了，杨迪你去吧。我来应对一下潘明老师，走着，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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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什么情况？开始了。方老师，您从那边进。哎，方老师，就这儿。这个、啊。对，坐这儿。对。然后您，咱们来录一个 ID， 您看这边。哦。好吧。好。然后录一个，您先坐着，录 ID。真的以为录 ID？ 你刚刚上来的时候，是不是也以为真的以为录 ID？ 录 ID。开始吧，方老师。开心俱乐部，欢笑停不住。浙江卫视每周六与您相见，不见不散，不许走开 ，OK？ 方老师，您再来一遍好吧。来一遍，就是可能肢体语言稍微丰富一点的，激情慷慨一点。哦，激情慷慨一点。对。开心俱乐部，开心俱乐部，欢笑停不住。浙江卫视每周六晚与您相见，看 ，OK。啊。洋洋，洋洋，范明老师，范明老师，范老师。为什么他演明星，我穿这么帅就演经纪人呢？爱范明，好，哎，我非常等一下，等一下，这几个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嗯，不是什么意思是？你没事，我处理，不好意思，麻烦外面请好不好？爱范明，好，谢谢，范明，行了，坐下，是什么情况，杨儿？我当你的经纪人，我真的非常痛苦，你知道吗？我想装认识你吧，还不认识你，还要自己先说自己的身份。对，要不然你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还装不认识我？不，你出这么大的事儿，你现在装不认识我？开个玩笑，你稍微给老大说话客气点。现在外面都是满城风雨，你知道你惹下多大的事儿吗？你知道你惹下多大的事儿吗？你是，你能不能小心一点？出事儿了。我真的我不想干了，你知道吗？不，不是，那当时可能是一点粗心大意哈，想不起来是不是？我报纸给你拿过来了，来。亚洲当红人气偶像组合 TU Boys 人气队长范明儿与清纯美女贾玲儿热恋。哦，范明老师跟我热恋？哦，我的天哪！我很看好你哦。哎，好，我知道了。被拍到了。这个贾玲是吧？哦，我跟贾玲确实是挺哥们儿的。这是哥们儿吗？手都摸到哪儿去了，哥们儿？有这种哥们儿吗？你们俩在一起怎么样？感觉怎么样？非常好。我知道这应该是个误会。但是我有没有警告过你？是我。我们是流量小生，你知道吧？要和那种女性要保持距离。你这样的话，伤了多少女粉丝的心？也一脑门的汗。那可不嘛。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了，知道吧？我就大不了不干了。哎，不，你别，因为那个谁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呢还好，是一次误会。误会是吧？是，而且拍照很可怕，你别像我们俩。范明老师现在是在真实的、认真的解释，你这非常认真。就俩哥们比我们好没见面，就那么一搂。
你有点太近了，就会难受。你有点太近了，就会。其实是这东西，一个照片一拍，会很可怕。是是是，我这理解为种误解，我就这。那回头新闻发布会解释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好，好，好，好。以后不要再被拍到了，我警告过你。好，不，流量小生。好的，一定一定，我知道。我还流量。经纪人。哎呀。哎呀。哎呦我天哪！怎么了这？范明啊，你说怎么回事啊？出了这么大事不跟我们说？咱们是个组合，是个团体，你怎么这么自私呢你？范明啊，你说不是不让你谈恋爱啊，但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了？你不是普通人，你是我们 GU Boys 的人气队长，范明，范明。懵了。但是我觉得绯闻就是绯闻，对，我们一定不能让绯闻所击败，我们要站起来，做出最好的音乐来回馈爱我们的粉丝。好，耶耶，这样啊，演唱会马上开始，我们一起加个油好不好？好，来来，怎么样？来，一、二、三，耶！十，十，哎。哎呦我天哪！范明，你怎么了？你走出来好不好？自己设计的独特加油方式，你自己都能忘，你干什么呢你、啊？其实有点受打击，确实有点受打击。咱们就练你最擅长的跳舞，让你找回自信，怎么样？好好好，跳跳还可以，跳对对，我还是先恢复、okay, 先恢复机体。OK 恢复机体，肢体，记住，你是亚洲舞王，你是亚洲舞王。Music。小苹果，终于找到熟悉的。他会跳这歌了啊！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走吧，我们去会一下范明老师，我看好你哦。生命的花，火火火火火。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范明老师会不会打我？会，肯定会打你的。啊，你都没有打我。我要先搞清楚这绯闻到底怎么回事。啊，哈哈哈哈。哇哇哇哇！队长、哎，等一下，哎，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哎。等一下，范老师，增高鞋垫，因为，哎，鞋垫这么厚，太厉害了，太厉害，太厉害，来抱我，哎，陈哥，压压，这个感觉真的很难受啊，这个很紧张，增高带暴露了，我没想到这种设置，这种未知的东西太可怕，瞬间反应，这就压力了，就在我这个领域里边，我能做的尽量是最好。但是我认为这个职业你必须这样做，你才能走得更远。范明老师，我们是从特别经典的《武林外传》里熟知的啊。上燕小六，上燕小六，啊、师傅、哎，小六啊，哎呀，亲娘了，真是你啊，师傅。刚刚那个试试，你们以为观众在那边白看吗？其实观众已经偷偷给你们打了分哦，真的啊。开心俱乐部每期的即兴演员在试戏过程中，现场100名观众同步给出开心值，开心值较低的演员将率先进入飙戏环节。范明老师得到开心值是92啊，陈赫得到开心值是95，恭喜陈赫。在接下来的飙戏环节中，两位嘉宾将分别乘坐开心大巴前往飙戏现场，真正的即兴挑战这才刚刚开始。哇，环境不错，有点意思。范明老师，哎，没人吗？请在到目的地前完成妆发及剧本研读和所有的工作。好好好。妻子病情加重，没钱买药的嘉宾只能听耳朵眼去偷药。啊，偷！那就把所有的台词都花了吗？还是很认真的。我这尊重，我告诉他，我是个伟大的影视演员，我的创作习惯给观众看一眼啊，是这样的，就是已知剧情啊，还是要稍微认真看一下，因为后边全空白了，吹吧。
提醒您一次，距离目的地还有5分钟。Are you ready？ 啊，再给我点时间，冰淇。哎，亲娘了，真好。嗯，完了完了，吃起来了。范冰老师，请你到达标记地点，请赶紧下车。哎呀，搞定！Ready, action！ 爸，啊，我跟你一块去吧。啊，不用不用，我就去买个药嘛，很快就回来了。你在家陪妈吧，啊。啊，行，那你快点回来啊。啊啊啊！快回去吧。大哥，哎呀，大哥，哎呀，吓我一跳！你怎么才来呀，大哥？这东西特别不好弄。哦哦，来，这弄到了哈。大官，来，是正宗的吧？兄弟，哎，谢谢，非常谢谢啊。哥，我听说你早就金盆洗手了，怎么又干上了？哎呀，洗手那天，你嫂子往盆里倒的是开水，开水，我左手刚放进去就去医院了，太惨，烫伤。哎哥，嗯，你当初可跟我说过啊，以后再也不投了。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哎呀，真的不得已，最后一次，都不容易啊，哥。这样，你得注意营养，可不能自己垮掉啊。这是我刚买的3全儿童水饺，好营养不掉队，给你了。我放门口给他们娘俩，一会儿微信告诉他们来拿啊。回头我再给你送几盒。好。哎哥，我还是不明白呀，你为什么非得投医院呢？我偷了钱，还是到医院去买药？我不如直接偷药了。再说现在都用现金消费了，偷现金太难了。哥，你千万小心。兄弟，听大哥一句劝，赶紧收手，别干这些下三滥的事情。哎，行，啊，别吓唬我，赶紧改了。放心吧，做个好人，马到成功啊！加油。你在这干嘛呢？抓到了吗？可算让我逮着了，还把白大褂穿上了。不是我是医生哎，我今天值班。那你上个礼拜给我看病的时候怎么不穿白大褂呢？啊？哦，啊，对对，你说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呢？哎呀呀，我这个来，咱坐着说啊，来。啊，不对，我坐这边，我应该坐这边。啊，不对，我坐这边，我应该坐这边。来来，你咱坐着说。哎呀，不是，你是不是忘了我了？啊，上周那个。哦，就是你哪儿不舒服呢？你就具体说说，具体说说。哎，这怎么感觉不对劲儿呢？什么不对劲儿？你上个礼拜给我看病的时候说的是河南口音呢。哦，我是那，你还说啥来？我这个有我经常改变口音。你说上来，真溜，这个真溜。我对陌生人我都说普通话。哦，对了，这把对了，就是这个味儿。老乡嘛，老乡，哎呀，啥也不说了，普利斯。啊，好。哎呀，我还以为那是冒充呢。哎呀，太狠了，这河南老乡说啥来？是是是，你就把你的诉求，你尽管说，你要看什么病？这是这样啊，大夫，我有个事儿求你帮个忙。这个我之前吃饭的时候啊，把酱油撒这个你给我开的药单上了，人现在药局啊认不出来这个字儿。你帮我看一看。
这个也是我看了，摩西拉丁。什么东西？摩西拉丁。目前啊，我估计你啊可能经常便秘，你需要通畅，我给你开塞露。老乡，你来听我说啊。你说。我是这个左边青光眼，右边白内障，我眼上有病，咱给我开塞露干啥？因为便秘，头憋大了。头憋大了。太可怕了，这。我眼上有病，咱给我开塞露干啥？哦，不是，我是这么个说法，我懂你。他不是青光眼和那个白内障吗？啊，是。他还是有火攻的，这个火一大呀，他攻，往上攻，以此呢，我给你泄火，先把火下去。你看你这个，你有点血丝儿，你反正就是各种找理由。血丝儿，我看哈，那把这个药服了以后呢，先排火，然后呢，根据情况，先服这个药，好吧？先用开塞露啊。好，谢谢啊。好，不，谢谢啊，老乡。好的。没事，哎呀，小伙子真不错，哎呀，好呀，要热爱这个保安啊！哎，好，我教，我是保安，教，好，再见。不对呀，大夫，那个有个事儿我忘了。哎呀，你说有个事儿我忘了。我这样吧，你再给我电话联系，我先走了。不是，大夫，你听我说，我那个刚才忙活忘了礼数了。这什么？这个咱一定拿着，这个咱拿着，大夫。不用，太庸俗了，你小看我了，坚决不收。你不客气，你把红包拿。我真的不收。大夫，你听我说，我不收。这个你这个你一定得拿着。大夫，你听我说，这个你一定得拿着。这次我结婚，你务必得到。哦，不是红包啊？不是，那个不是请柬啊，我以为你给我红包的。哎呦，菜可硬了，吃的主食都是三全四厨水饺，吃点好的很有必要。好，那我拿着药。好，那你快再谢谢啊，大夫。小伙子，慢走。再见，大夫。好。再见，大夫。再见，谢谢啊，谢谢。好嘞。再见。哎呀，我得赶紧走。成功了。医生。哎呀。医生。哎呀。哎妈呀！呀呀！有医生啊！哎呀，终于找着一个医生。你赶紧过来看看吧。谁也别理我。谁逼了我？现在我不想见到任何人啊！别！你看，我想，不好意思，我要下班了。不是，我给你找别的医生好吧？哎，不用，我都找了全院啊，现在都没有大夫，就找着您一个。怎么？不是医生啊？不是，哎，你等会儿，我怎么好像没见过您呢？您是？哦，我这才调来。您这不骗我？你这不写着呢吗？主治医师包玉梅嘛。我们护士长跟我们说过，说包玉梅大夫是咱们整个医院里面，这个医术最好的大夫。对。哎呀，今天硬给他推到最高点。你好，包大夫。就照你了，包大夫。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这个名声，所以我因为太辛苦了，我确实有点事儿。这样，你没事，你先把他安顿一下。我明天再来挂我的号，好吧？不行，包医生，我有点事。我跟你讲啊，其实呢也没有那么严重。这个大爷呀，现在最大的问题，他就是吃了一个多月的药之后，他就是觉得吧没什么效果，你就劝他，让他赶紧把药给续上，这是最重要的，好不好？来，劝劝他。一定让他把药吃了。哎呀，今天幸亏遇到您了，大爷，您今年多大岁数？贵庚？我能问问吗？53。53啊？啊。那老人家长得太成熟了啊。那个。还能有你成熟？我是著名的这个，叫什么？我著名的包玉梅，包大夫。这名太屯了，真的。哎呀，行，只要你开心，我听你的。你只要吃药，你让我改名，我都愿意，行吧？你这样，你吃一个，你看看你心慌不？好不？你要心不慌，我绝对听你们话。接下来你们给我什么药我都吃，你吃一个。那我吃完，你就可以让我走了吧？我还今晚还有其他的患者。你得治我呀！你得救我！我救你！我告诉你，我现在我精神状态非常不好。对，我状态非常不好。医生给做个表率。我吃就吃吗？你答应我，吃一个，我看你反应。你看你心慌吗？吃一个。啊？
朋友。你看，大爷，王医生验一下。我很健康。哎呦，你看到没有？好了吧？神清气爽。把药吃了。我先走了，我有客人。别，不要你，你不能走。大爷现在还没吃呢。不能走，你得救啊！啊，我知道。真得救啊！啊，好不好？我吃了，你可以吃了吧？这可以了吧？救啊！我他吃了，你说话算话。大爷，你不能跳跃思维。这个色儿不对呀，这个色儿不对呀，啊？哎呀呀呀呀呀！什么药？不好意思，赖我了。啊？什么药？这是个药引子，主要等会儿，主要在这儿呢。啊？这个药比头还要大，比脸还要大。这是主要，这是主要，大大爷就吃这药来。医生，大爷，你来吧。看到那个药的一瞬间，就真的是忍不了了。这个就是我前两天吃那个药，可能就100来颗，然后给它捏一块了，就是这样的。哦，心脏。快吃吧，快吃吧，医生。大爷，那吃吧，师傅，我吃你就吃，你答应了吧？你吃我吃。答应了好不好，大爷？答应了，答应了，答应了。鲍医生，就看你了。哎呦，哎，你看，你看，味道怎么样？有点苦啊。有点红豆泥。啊，是吗？大爷。纯中药，大爷笑了，大爷笑了，大爷好了，我吃了没事，大爷笑了，大爷，太好了，你吃了没事？太好了，大爷，来，不错，来一个，好不好？吃了没事，我就放心了吧，好了，放心，好，哎，哎呀，这一下可以结束了吧？哎呀，好，哎呀，别吃了，控制量啊，控制量啊，改变，哎呀，好，哎呀。哎呀，感谢！不，还有事呢，我可以走了。哦，您先回去歇着，然后把这收拾一下。好。哎，你好。哇，儿子上来了。买完药之后去哪儿交一下钱呢？啊，交钱在一楼大厅。怎么了？就是。怎么了？那个，我刚才那个在一楼大厅。那个什么？爸，你不给妈买药去了吗？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啊，这是你儿子呀。那行，你们聊啊。好，你去吧。没事，我收拾一下。儿子，不是我那个啥，就是爸爸过来还要咨询，就是咨询一下妈妈这个病。咨询穿这个干什么呀？不，他们正好不是有一个，刚才有个手术，白大褂。你能不能不要骗人了啊？包里装什么？你给我。在干什么呢？这是。哎，爸，你答应过我妈什么？说你以后再也不偷东西了，对不对？哦，我明白了，你是来这儿偷东西的是吧？对，你是冒充的大夫是不是？护士，你听我说，这个事情非常紧急啊，我得报警。你先别报警，那个对不起，护士，我，你听我说完再报好吧？你给我说清楚。我儿子在这儿，他，我不会离开这儿的。啊，这句话还挺感人的哈，我儿子在这儿，我不会离开这儿的。护士不怕你笑话。我呢是有前科的，以前犯过罪，他们娘俩相依为命，我出来以后答应他们再也不干了，但是这一回实在是没谱，就他妈妈病得太厉害了，我想什么不说了，都是我的错，好吧，原谅爸爸。爸，半天，原谅爸爸。对不起，爸爸改了，爸爸一定一步。我原谅你吧。我们自食其力。我原谅你。不，我去自首，就说清楚。不行，爸爸这哪认罚？不是，我妈真知道错了。我原谅他一次，你给他一次机会，你别报警。护士，我求你了，爸爸最后一次再不走了。我求你了，护士，你别报警，护士。哎呀，你这干什么呀？我想你起来好好说好不好？行了。今天发生的事儿吧，我都看着了。其实要说他偷东西吧，其实他也没有偷着什么，反倒帮我救了一个大爷的命，然后。这些药呢，
你就都先拿走吧。这个钱，我先帮你垫上。谢谢。我爸以后肯定不会再偷东西了。这不会了，谢谢谢谢谢，都是我的错，我回去自首。谢谢谢谢谢。从艺几十年，塑造过众多经典角色。通过刚刚对父亲角色的精彩演绎，范明给喜剧新人做出了良好的示范。范明老师真的是演技派，所以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他的很多经验。他对于每一个作品呢，非常的认真。三个人，脚托护士、病人三人组，哎，来您坐这儿，您坐这儿。太好了，你们一直看着吗？一直看，一直看着来。哎呀，这个比较。太锻炼人了，他会让你对舞台剧有欲望。我都不去了，太好了，我都看哭了。大葱那个笑场厉害啊，实在是没憋住啊。哦，心脏。吃吧。哦。哎呦，哎呦，你看你看。怎么样？啊，是吗？大爷，大爷，这里是一个红豆糕，特别好吃。啊，红豆糕。口感一流。杨迪问了，就是谁搓出来的？我们导演用脚盆这样。该看我们的陈赫同志了。赫赫，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出发。OK， 出发。腿有点软，现在。走，走，一定出发。加油！加油！关门。欢迎光临，陈赫先生，你的准备时间有限，请在到达目的地前完成妆发及剧本研读等所有准备工作。好的。像范明老师那样刚才那么困难，我的台词的剧本就一页纸，啥也不知道。应该是一个正在奋斗当中啊，而且是很努力的一个白领。你有演过白领这种角色吗？有还没有？我演的都是比较颜值高的那种偶像。OK，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哎，对，哎，这个好。刚才看范老师这个吃东西环节啊，我也是很馋的。我们这个三全的这个水饺很棒，这水饺很可爱，非常可爱，蛮好吃的。距离目的地还有十分钟，赶紧加油门到那冲去。赫赫已经到达了标系的地点，请准备下车。夏老师，你等一下演一个什么角色呀？大概这个是个楼兔。夏老师演的是一个美女。对。我给你讲一下以真就行了。我知道啊，你知道吧？就看剧本不是写了吗？啊，那是假剧本。我的负担就很大，就万一这个垮在台上怎么办呀？Ready, action. 来来来来来。大家手头都停一停啊，简单开个会。来来，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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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齐了吧？嗯。咱们这个创业公司啊，成立三年了，我亏待过你们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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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何欢，江哥，站出来。我宣布个事儿啊，由于何欢和江哥在公司私自谈恋爱结婚，开除。什么规定啊？这是，老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别说了，我没耽误你们俩，老板。老板，去财务把工资领了。老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呗，老板。走。我再强调一次啊，公司明令规定。员工内禁止谈恋爱，我每天强调怎么就记不住呢？啊！陈赫站出来，
站出来。大家鼓掌。陈赫太棒了啊，绿源先锋技术20年的广告创意特别的好，充分体现了不惜一切为安全，全家一切，不好意思啊，充分体现了不惜工本为安全，全家一致选绿源这个概念了，特别好，应该的应该的，辛苦了辛苦了，没事没事，公司奖励给陈赫10000块奖金，哇，来来来来。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拿着吧。不好意思，真不止这些呢。哦，那行，还有一辆绿源电动车。哇，这车哇，真的吗？拿着拿着啊，好员工就该受到表扬。那这样啊，今天晚上呢就辛苦辛苦，再加个班啊。老板，你放心，为了公司的业绩，我一定会努力的完成策划书的。太好了，那个我让你帮我订的去美国的机票订了吗？放心，搞定了。不错，行了，散会。老板再见，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恭喜恭喜啊，请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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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事情了，搞事情了，哎，我请你看呀，哎，哦，哎，对了，还有事儿啊，有一点点小事儿啊，那这开始了，这位置的，有一点点小事儿啊，来你坐，你说我们这个策划案做的也挺用心的，这怎么就做的不好的，您帮我看看呗。嗯，是不是坑啊？啊！您看着我帮您按摩。哎呦哎呦，你这，嗨，你这这不多不好意思，没事，这办公室你看。哎呀，这个老板也，哎呦，没事。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不是，老公，老公。这个反应，我真的感觉很配啊。没事，你别怕。那个不是。老板，你不是你刚才给买了机票，已经飞到美国去了吗？大伙儿也都下班了。老公，你把眼睛闭上，快点嘛，快点，快点。不许睁开啊！还有点默默的撅嘴呢，怎么？很迎合的样子。闭睁开。还压手了呢。当当当！这是我给你准备的蛋糕，这是给你准备的礼物。今天是我的生日。你的生日。今天是咱俩结婚纪念日啊！对呀、啊，我们俩结婚纪念日，我就想考考你嘛。你有怎么回事啊？不是，你是不是最近忙忘了？连咱俩什么关系你都忘了？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所以我今天才把我的计划书交给老板，所以他拿到了奖金，还拿到了那么好的一辆车。你看，送给你，这是我送给你的结婚纪念日，是你提前准备的？当然了，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内。我就说嘛。告诉你，这找女朋友跟选电动车一样，安全最重要。讨厌，两人打情骂俏那么的自然，这个打开不会是一个大水饺吧？放心吧，不会的，不会的。老公，礼物你送完了，我的承诺是不是你也该兑现一下了？旅游嘛，不是吗？忘了吗？上次跟我说，今年咱俩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你要重新跟我求一次婚。快点过来！闭上眼睛。认识你已经好几年了。我终于遇见到一个可以陪着我变成胖子的人，这倒是真的。嘘，别，我求求你，嫁给我好不好？嫁给我好不好？你不跪可能出不了事儿，对吧？一跪就会出事儿。快说呀！你手没事吧？啊？玲儿，没事吧？啊？啊？刚才不，你，哎呦，你看摔了一跤，你看摔了一跤。不是你俩干啥呢？干啥？
受伤了，帮他看看手。哎，反应好快、啊，吓我一大跳啊！我还以为你跪地跟他求婚呢。那我们看看，怎么可能没有？哎，你不会跟他求婚的吗？不会，受伤了，你看。哎，陈赫、贾玲，哎，你们谁过生日啊？嗯，宵夜，他的。宵夜吃这么大个蛋糕啊？哎，不，我们俩不合理吗？那行，那咱们赶紧的，可以吗？哎呀，我跟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他给拦了是不是？嗯，但是何欢不会让步的。怎么了？我订的宵夜，我先确认一下有没有送对，行不行？宵夜还有什么对不对的？对啊，就是个蛋糕嘛。来，看下面。陈赫，老公，事事顺利，爱你，贾玲。怎么写着字儿呢？我忘了。在哪儿订的宵夜这么写呀、啊？就是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呢？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搞这样的恶作剧，搞事情！我差点误会。我以为你俩是两口子呢。对呀，像不像？像不得。没事，赶紧坐，坐哈。坐。这什么呀？这什么衣服啊？啊？怎么还有个心呢？这是。心。这我妈给我寄的。这挺好的。结婚照。而且都批瘦了，给他俩。懵了。这个好像结婚照啊。不，怎么可能是结婚照呢？就是就我们俩从小就是在那个一个大院长大的。对，就我妈呢希望我们还可以回到儿时那么就纯真的充满童年的那种快乐的时候。就是随时啊就提醒我，就记住啊，你好朋友啊，贾玲啊，对不对？你们俩要在一块儿，对，好玩啊。吓死我了。不会骗我的吧？贾玲会怎么骗你呢、啊、你不会撒谎，你一撒谎紧张，告诉我怎么回事。贾玲姐不会站在他那边的，刚刚掀开蛋糕的就是贾玲姐。怎么回事？你撒谎还紧张啊？我没有，别问我，你问我老公。你看我呀，不是，我呢从小啊，老公都漏了，你别装了。不是我的外号叫老公。别装了，对，贾玲的身份只能这样，他肯定是他就是毕竟是陈赫对立面的，但如果陈赫太高级就破他，他太顺眼了就得破他。对，哎呀，这老板真是的，公司两对结婚的啊，就开我这么一对啊，我就跟那老板说一说，我跟你说啊，我什么事儿啊？我认认真真给我开除了，然后我听说你要拿10000块钱，客官，你看车给你，钱呢？那这样车先给我，万一还有什么。这个啊，老板，你说哎，一对不是，来拿走，快，太多了吗？怎么样？行了，我是那样的人吗？不是，我200就够，再给你，好，真的吗？对，200就够。没有想到你真的太棒了，但是啊，我提醒你俩啊，小心点儿，放心，别走我老路，放心。你说何欢多好，平白无故的就被那什么了，吓死我了，老公。是啊，我吓死了。老公，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呀？我当然爱你了。可是原来这我一说害怕的时候，你马上抱着我。搞事情。老公。哎呦，这个演得很酸，非常好。没事，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怎么了？干啥呢？哎呀，咋回事啊？你没事儿，不管遇到再大的挫折。我都会支持你的，我们是同事嘛，对不对？是，这个好机智啊，这个可以，有的时候同事之间有一个温暖的拥抱也很合理啊，很合理啊。对，就是当我感受到孤独困难的时候，我也会拥抱别人。啊，老板回
我的天哪，老板，老板你来了。刚才怎么回事啊？刚才就是，就是这个业绩嘛，做不好。呀呀，那把蛋糕给他把蛋糕给毁了。业绩做不好，然后贾玲啊，心情就不好了。心情不好呢，就哭。那我们作为男生，我们是不是永远都要去爱护她、关心她、保护着她？不愧是优秀员工啊，体贴同事。你不是去美国了吗？我临时有事儿，那个航班取消了。哈，给你们订的外卖。哎呦，谢谢老板。哎，贾玲啊，哎，我又没有你加班，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这不是今天生日吗？就捎带着在这庆祝一下。哎呦，是吗？正好啊，赶得早不如赶得巧。你就吃吧。字儿怎么没了呢？上面写的什么呀？刚才啊，写的陈赫祝贾玲生日快乐。优秀员工啊，赶紧把手擦擦吧。行了，真好。哎呀，坐。行。哎哎，贾玲什么东西啊？啊啊，没什么东西啊。老公，哎，是这还有件衣服，不理了。这衣服谁的？这是那个何欢的。何欢的衣服。对对对对对，正好啊。啊，我想给咱们企业员工每人订个工作服。好，挺合适。合适吗？哎，你看我，你看，在我身上比划一下。哎，不比划了，你穿上我看看。啊？穿吗？这怎么穿啊？这你穿上我看一看合不合适？是。行吧，你穿上吧。你可真实的。没事，只要别让他看见背面就行了。没事啊。哎呀，我看看，可以吗？是不是得走两步啊？这样，陈赫，而且你转一圈，我看一下后边。开始虚晃一枪，这我看看，不是哦，不是手转，嗨，对对对，来来来，我看，哎呦，旋风小的，这不错，那个脱了吧，哎，这衣服啊，谁定的？我定的。明天呢，按咱们公司人头，每人订一件。好的，有工作服了。哎呀，这样我把宵夜拿过来，咱们去吃宵夜啊。好嘞，这个看我带什么了。陈赫，你刚才喊我呀？哎呀，这不何欢吗？还没走呢，挺留恋咱们公司哈。说句实话呀，在这种没有人情味儿的公司。我是一分钟都不想多待，别，算了，等会儿，没事。你说什么呢？家里，别，老板，算了。你既然问了啊，我就说一句，这个公司有你这样不顾及员工的老板，别说你开除我，你不开除我，我都走。不听，已经听见了，听见啊，对不起啊，不是你说什么呢？啊？我怎么就不顾及员工感受了？我早7点上班，晚7点下班，我圈子就这么大。你说我不在这儿搞对象，我上哪儿搞对象去？陈赫，你分析啊，你就说在这个办公室谈恋爱、结婚对不对？对不对呢？按你自己的理解说。给顶那儿了。骑虎难下。对，你看看。你看看，陈赫啊，刚才那个奖金和车钥匙，待会儿你给我送回来好不好？啊，好，这样，老板，我再问你一遍，对不对？对不对？在公司私自谈恋爱、结婚，开除。你有怎么回事啊？不是，你是不是最近忙忘了？你连我叫什么，连咱俩什么关系你都忘了？我终于遇见到一个。可以陪着我，和我一块儿变成胖子的人。对，看没看？不是你说什么呢？啊，我说对，对什么对啊？每天早上7点钟上班啊，干了多少年了？10年。10年了啊！
你不在这儿谈恋爱，跟谁谈恋爱呀？我有没有人性啊？何欢呢？啊，蛊惑人心是不是啊？蛊惑人心，就你一天，人家本身一个好员工，被你带成什么样了？什么样？什么好员工？我告诉你，有你这样老板，那公司就好不了。怎么？你看人就不准，你看我看人不准啊？我人力资源部出身，我看人不准。我告诉你，你有时候看人你就不准，你知道吗？你再说一遍，我看人不准。我看人不准了。我告诉你，这个公司不光我结婚谈恋爱，你还能看出来谁结婚谈恋爱了吗？啊！我告诉你，还有贾玲和陈赫，还有贾玲和陈赫。啊！我跟你给人逼成什么样了啊？公司不敢见面，偷偷摸摸的在这过生日啊？看没看见照片啊？看没看见？你给人逼成什么样了？你这个老板看人就不准。舒服了。临走之前把气撒了，兄弟，200块钱给你啊！对不住了啊！这个我跟贾玲啊，从小在一个大院里长大。陈赫，哎，别狡辩了，你是咱们公司的优秀员工，是，你说说，连你都骗我，这公司以后我还能相信谁？你自己说怎么办吧，老板。既然这个话都说明白了，也藏不住了。这样，玲儿，没事。我觉得我们俩是相爱的，为了一份工作，我不能对不起你，对不对？工作可以再找。来。啊！我也辞职啊！我也辞职啊！啊，那这样，老板，这样，陈哥，我念在你们两个表现都不错，但规定就得遵守，你们两个只能留一个，你们商量一下吧。你辞职吧，你辞职吧，没问题，有我在，我会养活你一辈子的，我会养活你一辈子的。好，不用再工作了。好。贾玲，嗯，你辞职是吧？是的，老板，我辞职。好，我告诉你，就算今天你不辞职，我早就去开除你了，你知不知道？啊，够了，你配的。说什么呢？啊，不是我告诉你，你作为一个老板，只顾着自己的利益，不在乎我们员工的感受。我们每一天辛辛苦苦的为你工作，现在你连我们的私生活都要限制。你算什么老板？我告诉你，像你这样没有人情味的公司，我们不待了。哇，好帅！这是我老婆，注意你的态度。走，等一下，陈赫，回来。我就想问你啊，我制定这个规矩，我有错吗？没错。那我爱他，有错吗？没错，你看，行了，咱们不要为难彼此了。我走了，等一下。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有道理。我确实只为了公司的效益，忽略了你们个人的感受。这样，你把何欢叫回来，你告诉他，办公室禁止谈恋爱这条规定。作废了！哇，老板好棒啊！真的，之前是我不对，这样，给贾玲补过个生日好不好？好，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好棒，好棒！心情一直都不能平静，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下一秒要发生什么事情，真的很难。哇，特别好，真的又机智又可爱又幽默，太聪明了，对，太聪明，特别好。你看，这真的好。赫赫，自己聊一下吧，你自己什么感觉？铤而走险，感觉在走钢丝的感觉，你知道吗？是。最难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在一个难关上啊，感觉刚刚度过了，过了几秒又在同一个地方重新开始。是的。好的，那还是恭喜赫赫顺利度过难关啊。这里是由三全儿童水饺冠名播出的《开心俱乐部》，今天有两场大戏和两组嘉宾的
开心值马上就要公布了，我们看一下刚刚那个环节，观众朋友给我们范明老师和陈赫打了怎样的开心值，我们看一下。范明老师飙戏环节的开心值是90，综合两场开心值总值是182，陈赫的飙戏环节开心值是85，两场总值是180，所以说是赫赫的分数稍微低一点，所以他得到的是即兴剧本，而我们范明老师可以得到完整的剧本。哇，来上剧本。我已经，我们的责任更重大，完整剧本有时候也有难度啊，这考你了。这是范明老师的剧本。这个是陈赫老师的剧本，啊，就一页纸。赫赫辛苦，一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刚一个即兴过来，又是一个即兴，我的天！好了，加油！好，来，走，请上车。走，我直观感觉没那么难这一趴。哎呀，这个节目太可怕了。然后接下来下一趴，范老师拿到的是有剧情的，我又是没有剧情，就给了我那么一点台词，看到没有？就这么一点儿，有用吗？真的没有什么用。呀，这分好几个层次啊！我会尽最大能力，让他一会儿这样，一会儿这样。反正他得听我们的，必须接受。换衣服。我看好你哟。Ready, action.马上就要开始面试了，你放心，这回我一定会得到这份工作，我一定会努力的。是，到时候您就不用再去给别人当保姆了。哦，对了对了，咱们下个月的那个房租也就不用愁了，啊？等我的好消息，没问题。怎么样，刘栋？怎么样，面试怎么样？还行，还行。嗯，但我发现这面试官挺有意思啊，就爱听好听的。你越拍的马屁越开心，越拍的马屁越开心。一会儿进去了，你就多说好听的，多拍的马屁，肯定行啊。行行行，多说好听的啊。行行行，加油。好嘞，我有事不等你了啊。行，晚上回去请吃饭啊。OK， 好嘞。特别喜欢听别人拍马屁。陈赫，加油！老板好，老板好，画的真好啊，老板。谢谢老板。老板，莫非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泼墨山水画吗？泼墨山水画吗？哎呀，小伙子一表人才呀！谢老板，画得太好了，真棒，真的好，懂画，略知一二。你看看我这幅怎么样？好像是谁拖把拖过去。好，虚中带实，实中带虚啊，行家。哎呀，小伙子，来，你看看这幅，你觉得这幅怎么样？
这幅就比较一般的发挥，我觉得，它是这个杭州西湖嘛，这是雷峰塔，对不对？嗯，你看我能看懂吗？你看这幅就不一样，这幅你看我作为一个凡人，我就不懂，但他很厉害，我一进来就技巧叭一下，进来就技巧叭一下，太好了，太好了哈！这幅雷峰塔啊，我们科长画的，我老烦他了。他猜到了，他如果夸的话就不行。太聪明了！哎，老板，你看我这个，好，啊，我先这样吧，小伙子啊，那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吧，叫什么名字？啊，应聘的什么专业？这个，就是我叫陈赫，这个学历是大学本科。哦，啊，然后应聘的是销售员。哦，销售员很好啊。我看你这个简历上说呀，你是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专业04级2班呢。好啊，啊，我们公司啊就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加入进来。谢谢。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老人呢，你这思想啊退化了。没有。有的时候啊记不住事儿。啊，没有啊。啊，不可能。那个，哎，你是什么学校毕业来着？我是那个。中国人民大学市场销售营销专业04级2班，在他手里吗？没在他手里，他是没有词。他也太厉害了吧！背下来了，恭喜你。啊，你被录用了，真的？恭喜你啊，小伙子！谢谢老板，小伙子，我看你这个简历上啊，哎呀，拿过很多荣誉啊，那个年度销售季军、年度销售亚军。这样，来到我们公司之后。一切从零开始，那当然了。把你之前这个荣誉忘掉，来，把简历拿出来，来，从跟着我一起来，哎，从把它给撕掉，咱忘掉它，一切从零开始，跟着我一起来，忘掉它，撕掉，忘掉荣誉，忘掉荣誉，撕不得哈。忘掉荣誉，好好干，你放心，有老板在，是，一切都罩着你，好好干，好，走，走你，老板太感性了，太感性了，哎，干嘛呢你们？后有事儿，哎，干嘛呢你们？后有事儿，你为什么坐这个位置啊？你干什么呢？不是我那个路过，我看这是没人，我就坐。没人，这是。招聘官的位置，你坐着干嘛？你是干什么的？告诉我。不是我那个，我应聘的。应聘的呀。对，刘小能。你叫什么名字？刘小能。不是下应该是到陈赫。哎，这陈赫。陈赫，哎，对。啊，你是陈赫，那你出去等，你坐这儿干嘛呀？爆场了是吧？不好意思，那个记住我刘小能。孩子们，这孩子长得神经兮兮的。是陈赫吗？是啊，坐，啊，不好意思，你看给，没事，他弄得那么乱，啊，你看，这个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范明，是这次呢，就是这个招聘，我是销售经理啊，应聘官，啊，好，哎，你的那个你的简历呢？你的简历呢？简历我都带了吧？老板，我如果说我的简历被刚才那个神经病给撕了，你相信吗？他撕你简历啊？为什么 ？Why？ 可能是因为高兴吧。高兴？但是没有关系，老板。嗯，我可以口述。你自己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比如说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是中国人民大学这个毕业的。就是具体什么系啊？学的什么专业？还有什么具体的？学的呀。啊。学的是市场专员。市场营销哦，市场营销哦，销售专员，对，销售学的专业是销售啊，招，对，然后是那个04级2班，哦，04级2班，应届，是不是因为他本身就是04级2班？那个你来招聘，你这个对我们的产品，包括对我们这个都用我们产品吗？应该用过呀，天天用，对，天天用，聪明。那你说随便举个例子，又用什么了？都用过什么产品？咱们不是很多的产品吗？就抹脸的、口服的，我都有，就是都有哈，适当的用一些。哎，小伙，虽然你回答的不正确，但我至少觉得你挺聪明的。其实我们是生产化肥的。
陈赫一苦笑。我们的产品主要是销售广东地区，广东地区所以要说粤语。我怀疑你可能说不了粤语、啊，粤语还也还可以，真的。对啊，你看你好我好大家好嘛。阿龙金，哎呀，啊，行，你这个能过关，那就龙趴不离了，龙趴不离了啊！来来，那个小刘 ，come on come on， 快 ，let's go， 哎哎，来来。你好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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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好。都很多希望玩收视啊，都系很尽量很即系有控制。好咯，他也是现学的。如果冇你，佢先仲变咁乜呀？有唔有罪？抵啊！我有唔有罪？有有有有，嗯，太多。吓？太多有咩？有一味有控制。有我明未啊？有咩？唔味。有。唔一唔味。你听我讲啊。有有。你咪我改停哒哒哒哒啪！我觉得啊，陈赫太难搞定了，真的太难搞，他太聪明了。对，哪个怕梦啊？哪个怕梦啊？我们不是他说什么？我没听，我也没听懂啊！你翻译一下，你们说的什么？这会儿粤语，粤语是粤语吗？对，粤语。你这个啪啪啪啪哒是干嘛的？就是说啊，这个东西，我们的事业必须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个脚印的走，每一步都得走扎实了，对不对？太好了，经理，太好了。我们俩交流了好多，他对公司未来的发展，他提了好多建议。好的，好的。有五六点那样吧，人才。你就聊吧，你俩，你就聊吧，你俩。我过去了，经理。五点啊？好的，好的。我让我很感动。你是哪五点？来，五点啊。五点就是这个。那个产品得保证质量，好，产品保证质量，产品保证质量，这个员工得保证心情，是不是？然后这个办公室纪律要好，办公纪律，销售要有创新，永远围绕在老板的身边。哇，还不忘了最开始的任务，编出来了，拍马屁啊！永远围绕在老板的身边。此时此刻，我只能说，你真的很不错，你真的很不错，你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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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错，老板。哎，我不好意思，电话，我接个电话。哎呀，你不错，真的很不错。这个应该是范老师后加的，应该是。好。哎呀，小伙子，哎呀，真的很不错。但有一点非常抱歉，哎，刚才接到是我们老板电话，他说我们裁员，暂时不招人了。再给我一次机会，老板，你听我说啊，如果我得不到这份工作的话，下个月我就没有房子住了，我和我妈妈就得流落街头。哦，你和妈妈单独生活，是，所以这份能具体的说说吗？是，嗯。你得打动我，我才能给你想办法。从小呢，我父母就离异了。对，我妈妈呢，为了让我上好大学，非常辛苦，就一直在别人家里做保姆，每天工作12个小时。然后现在我大学毕业。希望可以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帮助我妈妈减少家里的一点压力。陈赫的出发点是只为母亲不被赶在大街上，对，所以承受了好多委屈啊。我理解了，小伙子，不多说了。那啥，你这样啊，我妈妈董事长请来，你就原封不动的把这原番告给他讲，我相信应该能打动他。竟然还有董事长，有完没完？我以为董事长只是电话里的一个人物。董事长，这样的啊，这位小伙子非常有才，这样他有一番话想跟你聊聊。董事长，来坐一坐。哎。老板好，
不是说永远不来爸爸公司吗？永远不来爸爸公司吗？先占个便宜再说。为什么我没把你给说死？说死！我告诉你，你跟你妈现在过得不好，你要负主要责任，你知道吗？当初我把你妈抛弃了，跟你王姨在一块儿，离开了你们娘俩之后，你就应该把你和你妈的这个生活给扛起来，这个生活给扛起来。好没良心的一个人啊！抛弃别人还那么有底气，还有理。你就应该把你和你妈的这个生活给扛起来。那个时候我才一岁，我才一岁。哦，哎呦，岁数大喽，不记事儿喽。这个董事长哪儿来的？哎，要不要我过去，直接过去好不好？你当王姨吧。我当王姨好不好？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哇，加油，姜老师！王姨来了，王姨来了。明天就来上班。够了！大东风了。时间特别好。怎么了？这是？莫非是王姨？是的。老许，你什么意思呀？想让你的儿子过来吞并财产吗？吞并财产吗？说说吧，怎么回事？我。这样啊，你先消消气儿，来，你先坐，来，您先坐，来，我跟你说啊，是这么一个情提问一下，你说，别的不说，怎么你嫁过去，连姓都改了呢，变成老许了呢？老许懵了。这个说来话长啊，你说呀，当时我一岁。很多事情我不是很明白，今天我倒要替你好好说一下。我跟你说，贺，你要记住了，你现在为什么能长这么帅？你继承了你爸我的基因，啊。好了，啊，够了，这样吧，我决定了，要你儿子过来上班也可以，但是，你得过继给我，你得过继给我。哇！同意。你们两个玩的是不是太大了？你们俩商量吧，我走了。什么情况？懵了。哎，这趴是即兴的，我刚才都想上来。话说，哎呀，表妹也一定在这儿。所以我说陈赫有多聪明，这位该不会是王姨？对。开心俱乐部团，他是大碗娱乐，我们之前也合作过很多的项目，觉得他们很温暖，也跟他很熟悉。后面要来的我们的其他的演员同志们，要小心，真的很。哇。感谢我们开心俱乐部所有的成员，也要感谢陈赫哥，感谢我们的范明老师，还有感谢大家收看由三全儿童水饺冠名播出的开心俱乐部，我们下周再见。欢迎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视频、蓝天下、中国蓝 TV 观看节目完整视频，登录微博关注开心俱乐部观看节目精彩短视频，欢迎登录腾讯娱乐、新浪娱乐、网易娱乐、搜狐娱乐、凤凰娱乐、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了解节目相关资讯，下载网易、腾讯、凤凰、搜狐、新浪新闻客户端、扎克尔、一点资讯、堆糖等平台获取更多节目信息。哎呦，大爷，您这个病就得多吃饭，你吃得好了，病才能好得快呀。跟你说，丫头，我没有多少天寿命了，我什么都不吃了。煮碗三全儿童水饺，啊，来一盘来，我跟你说呀，哎呦，这饺子老好吃了，是三文鱼荠菜馅的，你看看，菠菜和的面，哎呀，好不好吃？去给我装半碗醋，来点辣椒油，再给我倒点蒜泥去。好嘞。
三全儿童水饺，好营养不掉。做了十几年的喜剧演员，尝试过很多种形式，这一次是最大胆的。一生 action 留给你的只有演技的比拼，这是一场即兴的喜剧挑战。浙江卫视每周六晚8:30，爆笑来袭。